我们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啊，还是要继续围绕着市场主体转，这是需要继续推进放管服务改革，让市场主体啊不仅生存而且活跃。去年啊，我们说留得青山就赢得未来，今年说留得市场主体的青山常在，就能够生机盎然，使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充分体现。所以转变政府职能很重要的是要对市场主体应有的权限让他们去发挥，对于审批环节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减材料、减费用、减实现，就是说一方面为市场主体减负，另一方面还要让他们松绑放开手脚去竞争。当然要竞争就应当是公平的竞争，就必须有监管。我们支持互联网加物联网这些新业态，但是对坑蒙拐骗、造假、失信或者利用新业态的旗号去搞诈骗、非法集资的，那坚决打击。政府还要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为企业重质量、守诚信、精工细作，去提高产品的服务的竞争力，来营造环境。